首先呢，先要练一个龙形劈，龙形劈打四面啊。这个其实我师门里是不让讲啊。所以说，看着这不是这样的吗？你看，这不是这样的吗？好，现在把这条腿带起来，懂吧？你看带起来，看在这儿，然后呢一落，你这个其实就是你前期有这个练了。所以说呢，你在后边所有练这些东西就都带着跨进了啊。但是这个从这个定式跳到动式很不好跳，你掌握，有的时候掌握不了这个，所以需要用一个龙形劈来专门给它接过来，懂吧？所以说真的有传承的。我其实我课讲到现在，你们就应该明白了到底是咋龙形，龙形练的是这个，不是练的是这个，懂吧？